这个货柜码头吼，啊，造船厂拢一家，哦，啊，咱那边去，你若看到这边的，拢是这个啊，台湾海峡吼，你若看这边啊，拢有种一挂树啊，拢有种一挂这个防风林吼，防风林吼，啊，咱这个黄昏来遮上好，哦，啊，咱边吼，大小朋友到海边不要靠近海边了吼，因为即马这春天啊，因为迄个所在足危险足深的吼。我们只可远远的望吼，那你当哇，这个海边啊，翕一下相吼，啊，公园啊遐啊看看，啊，搁而且呢，市场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买一下物件吼，啊，背包较细一点呢，我爱当去基丁呢，哦，鸡啊较细一点啦，拢海产啦吼，拢海产，但是伊遐海产有诶吼，这个价钱拢较，敢那讲啊，较无一个行情，其实我甲问者，我一份是80-100吼。我有当会用掠好去，吼，用掠好去。我啊，基丁你着知，我海边啊，吼。啊，其实一个什么乌鱼子啦，什么物件拢嘛是为东港来，吼，这鱼啊为东港来，吼。啊，这是咱这做这边吼，这是台湾海峡吼。啊，南边哦，南边着到伊啊，吼。你看这好比哦，南边到这个旗津，你会感觉足久无来，感觉哦，原来即马嘞吼，迄公园用甲足水。啊，伊今南边甲头前你看有一个。风筝公园，哦，总讲会晓放风吹无吼，咱做囡仔拢放风吹，风筝公园，哦嘛创个足水，哦嘛创个足水，哦啊只滑起安尼吼，南边到伊差不多过10分啦吼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旗津，哦啊黄昏的时阵，咱往这边看过迄边的这个西子湾，哦西子湾，哦你感觉足水，哦都会咧，都这个黄昏的时阵哦，黄昏。哇，咱外国只有一个这个旗啊，只这边迄边拢跟一挂造船厂哦，造船厂哦，啊伊，哇海边啊只足有名一种虾饼哦，虾饼哦，伊只。